我老婆最近看《亲爱的热爱的》这个电视剧，又看到韩尚言在喝一款椰子汁，剧情非常的甜，椰汁非常的香。好喝吗？还可以，多喝一点。于是，在逛超市的时候，看到了一款同款的迷你版的椰子汁，又买了这样一款椰子汁来试一下。这款椰子汁是一款精致包装的，你可以看到把包装打开之后，下面一个底座，一个吸管，然后把椰子放在上面，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个开口。好了，我们把瓶子打开。甜哦，我们今天吃的是土豆炖鸡肉。